那您现在的经济条件，这五万到六万对您来说是个什么概念？就是它对您的生活影响有多大？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只是说，因为咱也看电视，法也好，情理也好，这个东西不能一个人的，不是你的。您打了官司一次又一次啊，然后包括到我们这样的舞台上，以及还有您自己去找了弟弟找了妹妹，想必都不是愉快的一个结果。那您争来争去啊，就咱们跟这个来去做一个比较啊，最后就五六万块钱和您付出了这么多的不好的一些情绪，觉得值吗？说起来是不值，但是我要说出来真理吗？有句老话叫说历尽沧桑好做人，所以说我在这里我劝大姐一句，其实有时候咱没必要做的那么做，偏要很执着的去那么做，有时候咱们也可以轻松一下自己，放松一下别人，是不是？我要觉得呢就跟这大姐似的，咱们就置气是吧，就是完了非得找出一个那个什么谁对谁那什么，就是说的那个非得跟他那个理论到底啊，对，理论到底，到底这个应该是我的还是你的，但是呢到最后也是两败俱伤，完了您呢钱也花了，情也没了。当事人呢他刚才我们也重点问了他那个无效的理由，其实就像刚才吕律师说的，就是说他是否是利害关系人，以及呢如果是他是利害关系人，那么这个承租权的这个变更行为损害了他什么样的利益，是什么样的一个合法权益的这个性质，这个呢其实是我们重点关注和考虑的一个方向。